你们不是要拍到 R22？ 没有 R02， 不拍 R22， 时间真的好不够。我想要很站在门边看车去。好啊，那你就把剧给看完。好了，上午幸运。三幸运。太棒了。三一八，三三五三三六，三三五三三六，很好，差两号。这边这边这边。靠在桌子上拍，我都这样子拍。当时我是三发以后就转的时候就还要把手伸出来一手。哎，对面你去看一下。OK。
你有打算在哪里分段吗？这个不分段。不分段，对，这个不分段。我觉得我时间应该是不够了。我刚算过，我如果说我这样拍到 R02， 我回来一定会，我就算我只到 R08 G10， 我时间也超过一点。对不起，对面的已经是老宋，因为他是司机。来看啊，关门了。